冒险家，早上好，前方即将到。你醒了呀？冒险试炼将于各位抵达后开始，请。刚才做噩梦了吗？ 到苏兰港口了，快起来准备一下吧。怎么了？不要紧吧？我在门外时隐约听到你说了许多梦。是啊，你心心念念的冒险，看来给苏兰港口的准入证明，我们替你办好了，你写上名字就好。这样就可以了吧？ 记得保管好，不要弄丢了。我们在甲板上等你，一会儿见了。第一次拜访冒险家协会，穿什么合适呢？差不多可以走了，应该没有忘记什么重要的东西吧。 是东港，而是西侧港口。小海真笨。对。
不过刚才看这一整条海岸线，哦，很大嘛，苏港远。嗯，西屿湾你们一定知道，躺在花海里看日成心，还有条商业。当然了，还有你们大家最关心的，你也来了。一谈到冒险家协会，喂，冒险没实力的土包子啊！不过你啊，走，我们去甲板上，就当是试炼前的练手了。我已经为冒险试炼准备很久了。好了，你们就点到为止吧。好了，就安安静静休息一会儿。不要，来，收下这个，这是冒险家。好了，就安安静。不要，来，收下这个，这是冒险家前辈的见面礼，可不能拒绝哦。话说回来，如果啊，当然是变强。说得对，就譬如龙一红会长，传闻中，不，正如传奇般的秦，亦或如近来生。所以说啊，他想要的是力量，那么你呢？真是，看来你们都能。各位未来的冒险家，前方到站苏兰古城，船只即将入港，请各位做好登陆准备。好，再会。讲故事的，我在船上。你这种假小子，走吧。嘿，两位回来。这位是烤几串三须鳗鱼。真的这么？我请你吃早餐吧。小严，我们也许久没有一同去星巴克吃饭了。话说，冒险家协会在哪里？在东方。看那边装饰有风帆的圆形建筑，那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总部。到了，几位请下船。几个月不见，星巴克像是比从前更热闹了。
请进，三位想吃什么？和以前一样。好嘞，情侣套餐一份，三须鳗鱼一份，蟹黄汤包一屉，里面请。有两位喜欢的靠窗坐。哎，告诉你个小道消息，好像随便走走每次试炼之前，苏兰城中都是这样，近来声名最盛的啊，秦少师前辈的传说。当然了，他曾经是最有希望。好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给你从前最喜欢吃好了的话。哎，等等，让我带上这几串鳗鱼。不急，还逞强说什么今天好多了呢。不要紧啊，不错，礼物就麻烦你了，交给冒险家协会的白鹿。我们就先告辞了，过几日你有空闲再来我家做。那是那个符号是怎么回事？我眼花了，看来在船上睡觉果然睡不好。桌子上好像立着一个纸牌子，过去休息时间如有要事请进入内厅。内厅是哪儿？还有友情提醒，记得做好防护措施。86号到第237号委托，鸽子，按照序号贴到委托板的左上角。好的。这么热闹，老师你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吗？看完了吗？让我看看。放心，小熊都照下来了。看，这从天而降的毛球。这个鼠呆子，你把大爷删掉。这是战五渣之间的决斗吗？不行，不拿了锅的包子是会做噩梦的锅。小跑，姐姐我看上的东西可从没有溜掉过。哼，早上好，是客人吗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？会长发威了。原来是来报名参加招新，请不要紧张，这是因为本次报名试炼的人数较多，需要稍作筛选，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潜力就可以了。只要把手啊，没事了。好了，虽然没能测试，但这场战斗至少能得到终结之刃，
破望时怎么觉得有匕首水晶，你来的时候咦，那这个是我的水晶，具有采集咦可恶，就不能让本大爷安静一会儿吗？可以采集和记录风景，是个还不、是另外两种气。想知道的话，试炼的时候还有一件事，南哥托我。白姑娘，你还在这里啊？刚才一本是又好了，以及白鹿姐姐变成海难之后，海难就跟以前不大一样了。经历过那样的事，听说过，有些变化，就是半年前是在所难免的吧。半年前，小妹妹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叫学姐，我已经在冒险家协会待了很久了。好的，学姐，那场海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半年前，夏妍姐姐出，我们都以为夏，难怪她的身体状。那当然啦，后来你知道的，夏妍姐姐从啊，登记表来了。你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，信息确认，谢谢。不需要，说的对，在试炼开始之前，疾风怪谈，只剩子慧梅三，谢谢。不要紧，那么就拜托你了，如果找不到人，试炼时再转交礼物也没关系。比起这个，享受阳光和海风才是最重要的哦。我是白鹿姐让我来挑一头驼兽。驼兽啊，那都在这里，你可以选一头喜欢。抱歉，请稍等片刻。如你所见，捉螃蟹钥匙。哦，我懂了，这就是生活处处皆修行的道理吧。嘿，我也来一起抓。攻击帝王蟹背后18.1062度方向。Hey!
我记住你了，人类，给我等着，咔咔。谢谢，帮大忙了。若事先清理，请稍后。好了，五两蟹肉刺身，分你二分之一。银铃香辛料。是的，早上才。船上，换作是我，经历过这种事，大概连协会里的航船模型也不敢直视。然而，他竟仍未向大海屈服，这等气魄，想必连会长都会赞叹不已吧。严肃了，不行，这又太繁复了，和冒险不太大。你未免也太认真了，也许你的客人没。当然要认真对待了。是呢。美狐娘也没问题，这个新的绰号我就笑纳了。太严肃了，这又太繁复了，和冒。猜的没错，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。就像这样吗？猜的没错，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。就像这样吗？没什么特点呢。这种像这样如何？很好，不过还不够。像这样如何？你还挺有眼，这样就完美了。非常感谢。请冒险家协会帮忙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看来你还挺有做生意的天赋呢，不如以后跟着姐姐做事，姐姐不会亏待你的。庆丰水榭的淡水凝碧，我试过很多款配方啊，还有其他人的啊？难道也就是说，既然这样？盘宫巷520号，沿着商业街走到头，左转再左转就行了。钟楼的故事，听说和半年前的一次海难有关，似乎是很严重的沉船事件呢。只有一位冒险家姑娘幸存下来。半年前的海难，那不就是夏言遇到的那次？跟上去听听。
城中唯一一个传说在昼夜交他的恋人每天。这怎么可能了？也许吧。唉，我南哥和夏言在钟楼上敲钟，敲钟三下，寓意就我也去许个愿吧，希望能顺利通过冒险试炼，成为冒险家，想要有个人一起去冒险。天色晚了，先去找南哥和夏言吧。寒宫向520号，那两个是谁？看着不像是什么好人，扶起来看看。那还有假？我瞧得真真的。这是要说这女人胡言乱语，给我闭嘴，再不滚开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们错了，哎呦，不该冒犯。再让我听到你们说我朋友的坏话，不说了，不。烂好人也能交到像样的朋友啊。你和他啊，你是端木前辈，原来你在这里啊。找我有事。啊。真是无聊的细心。谢谢。不好说。不在家。你真的想？是啊。那就跟着我吧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罗盘，只要有这个。这个能不能给我看看？